还是切狗肉啊？用这种老抻来抻的。这个肉是怎么卖的，老板？50块钱一斤。哦，这是白切的是吧？哎，白切的。啊，白切狗肉50块钱一斤。不麻烦米酒。大家好，我是带你逛吃逛喝的新哥啊。今天在广西玉林博白的旺茂这边啊，这边来赶一个农村大集。这边大集一早上啊，大家就在这边吃狗肉、喝早酒，吃的是这种脆皮狗肉，白切的。这早上喝早酒啊，喝的是当地这种米酒，20度。然后吃狗肉，这太幸福了。来喝一个，喝早酒啊，吃狗肉，喝着20度的米酒，吃着白切狗肉啊，再抽点小烟，这生活太惬意了啊。我们当地的网红贵叔啊，不仅脆皮狗肉做得好啊，白切狗肉也做得一绝啊。今天特地到这个集市来展示他的绝活。金黄的。啊、哦，这个皮不是脆的吧？这个皮也脆。也脆。啊。哦。这个也脆。我们玉林传统的水锅脆皮烤肉，先烤肉一下。哇，非常漂亮啊！好。好，再来烫一下。啊，烫一下。好，这个烫掉了，好吃一点。这是秘制蘸料。可以啊。准备开吃。别了，得了。90的老爷子啊，吃狗肉，喝米酒，然后再来一碗狗汤，狗肉汤啊。老爷子吃的津津有味啊。这个吃狗肉身体好啊，一早上啊吃狗肉喝早酒啊，太热闹了。 Hello 来干杯。看我们旺茂的人民就是热情的。这一早上喝多少了？一早上喝多少了？喝三杯了。往后点风。还有一瓶是你的吧？我等一会儿，我先拍完节目啊。好的。上什么节目？好行的吗？上美食节目。上美食节目。等一下，我上去看一下。好。这气氛太热烈了。在哪里看？手机上面看。手机。哎。哪个频道？王曼煮盲团。这个水锅。白切狗肉，脆皮狗肉。那边要在剔肉啊。赶集吃狗肉喝早酒是这边的传统啊。一大早啊，男女老少齐坐一桌，其乐融融啊。广西玉林博白旺茂的农村大集啊，人气相当的旺啊。不简单的，可以的。来了，我的姐姐了。早上到这边来吃狗肉、喝早酒，是一大亮点和特色。到这边来，到
我们当地的这个米酒。啊，来来来，你们是哪里的？我湖北过来的。那这边热情，远吧？没有，我这边那么热吗？没有，你们那边都可以穿套号的了。是啊，我们店里都。这等一下我都脱衣服了，这捏的吗？可以穿这种衣服的吗？哎，我干了。我都干了三杯了。你干呀，我吃一块肉。好。这个酒可以啊，有点感觉。米酒。米酒。这你们在讲是我好吗？还是好吗？米酒啊。今天喝红米酒，土茅台，满满的在遇到我呢。来，倒起来，满满的遇到我。名媛，贵叔，贵叔，请我们喝土米酒。这种土米酒，用壶装的，这是不醉不归的节奏啊！来来来，贵叔，啊，来华哥，你们啊，来来来来来，感谢让我们品尝到这么美味的啊，酒肉佳肴啊！你吃晚了啊，我用碗喝。嗯，啊，这个米酒有地方特色。这个咱有地方特色。这个是博白的，博白的这个特色脆皮狗。脆皮狗，这是水锅的脆皮狗。啊，水锅的脆皮狗，尝一下。嗯。一如既往的有嚼劲来，嚼有嚼劲才行香，哎，越嚼越香，哎呀，这吃着这个有嚼劲的狗肉啊，干一杯，喝着这个，你干一杯，随意啊，又是干的节奏啊，好，干了，随意就行了，哇，真的干了，好酒量哦，厉害，啊。贵，这酒喝的。